是写信达人吗？只要你估对价钱，就让你轻松把大奖抱回家。第一组登场的幸运观众是火焰魔术社的 Duncan 加 John， 第二组登场的幸运观众是电竞联盟的 New Jad SJ， 第三组登场的娱乐大明星是向蛙，最后登场的娱乐大明星是包伟明。现在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欢迎节目主持人杨凡投来。姑姐有智慧，欢迎收看《消费咕咕乐》啊 ，Good！ 啊，介绍我们四组第一组黑衣服，这是干嘛的？调酒的。啊，调酒的。哦，对对对。等一下，刚刚讲，请你把眼睛睁开。Good！ 哦，你的眼睛真的小的可爱的齁，好可爱哦。你这样你这样调酒看得到酒吗 ？OK， 没问题。OK， 没问题的齁。二组介绍，这是。我们是冠军争霸，电玩联盟的，对呀、啊。最近这个电玩联盟这个很特别哦，是很多的，现在是该进行在已经到了冠军比赛了，对不对？对。好、你们是代表台湾队去比赛的吗？不是，我们是即将挑战总冠军赛的了。哦，总冠军赛的，待会再解释一下，你们到底能不能有个机会参加台湾的这个冠军比赛，好不好？好。好，接下来介绍我们的向蛙蛙。英文波奇啊，叫你睡啊，你睡。资深美少女，资深美少女，对，黑社会美眉，黑社会美眉，你是金价偶像会啊。哎，我最近发觉你心情是 OK 的哈 ，OK 的啊。曾有一段时间是个低潮，对，但走入那个低潮以后，进入现在，一切都非常好，而且整个人看起来亮丽。对呀、啊，这有时候是可以分享的哈，在低潮的时候来分享一下那种低潮的时候那种心境。到了现在这种平静的日子当中里面，就回想说以前怎么会这样？那么笨啊，对，对，浪费那么多时间，活生生的，对不对？长得那么漂亮，身材那么好，那为什么得忧郁症？怎么会有忧郁症？为臭男人每天不快乐不开心，真的，有些不为臭男人，都为自己。哎呀，好，我跟你讲，男人不多，好的不多。你如果真的喜欢，我给你介绍一个。哦，在哪里？楼上的导播陈导播。哦，你是说？把他的满嘴红牙换成白牙的陈导播，对，本来他是吃槟榔，他也有忧郁症，是，而且一天到晚那个做节目，他的内在里面的深处里面是有一点抗压，没有那抗拒的心理很重，是，因为他永远觉得有人要欺负他，哦，所以他就有那种保护的心理，是，最近前这段时间好的，前段时间头发掉光光啊，哦，对啊，最近有一点点，所以我现在看到他是长出来的，长出来几根了、啊，哎、哦，待会儿给你介绍一下，楼上看一下，那不是像个凤梨一样这样子，对呀、啊，他最近手扭伤了啊。你要知道哈，男人都会扭伤手，因为他一直在那边按来按去的，哦，按到手扭伤。导播，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啊！导播留下来，对，那你先看一下长相好了。如果正常想，应该是放弃的哈。包伟明，阿健老师在吗？在。阿健老师在不在？阿健在。阿健老师不是光分手擂台哦，跑跑跑。我跟你讲，你的跑跑跑，你在红的时候，向蛙姐在哪里？她的秀场当主秀啊！对啊，我知道啊，我们同台过。可是那很不要脸啊！在跑跑跑跑二十几年了，还在跑啊！对，我跟你讲，今天就跑完凑三十，好不好？好不好？不要这个，不要了。阿健老师，阿健老师，抽到各位包伟明，跑跑跑向。我向前跑，大家好，右边跑，跑跑跑向前跑，困难前往脑后跑。先，哇！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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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刚刚看到你，我很不满意。对，小米，小米，小米。我想问，太低了。起什么身上劲？啊，算好，算好，爱情恋。今天不是我，对，今天是跑跑跑。哎、我跟你讲，我们这一票人哦，刚刚向蛙是说，哎、欸，杨凡，你看那妖怪都没了，对吧？他才妖怪了，我跟你讲啊，妖精啊，那个妖精真的。那你才老妖怪嘞，真的。我跟你讲，我当初看到杨凡的时候叫陈友亮，陈景亮，陈景亮。哎、欸，那个脸哦，我朱元璋也陈友亮。哎呀，难怪我们丢弃阿妈了。真想把他抱了，这样咬一口，唇红齿白的，哦，真 的, 真的哦。所以那时候才会跟那个朱大哥哦研发一个舞台上的一种访问词。
哦，对啊，朱张大每次问我，你是皮肤这么好，你吃什么物件？完了我就要讲说吃瓜果啊你。那朱哥大哥一定要讲，安诺，恁别来吃叉烧的吧。好了好了，赶快节目开始了。跳完了，老婆泡还没跳，结束了。你是会词啊？哦，好累嘞。我就觉得奇怪了，每一次他都说他不要跳，那边人家一人一来，他就上身了，怎么会这样？好，今天四组都不一样，一起来考验一下，看谁有机会把我们大奖带回家。OK， 进行第一段阶段的资格赛。还好吧？你刚跳一下也很累吧？我稍微晃两下，快受不了。我说啊，各位啊，不要只看脸啊，看一下肚子。看下半身更糟了。进行第一阶段四个赛，哪位到你家？今天我们要大家尝试正宗的道地的越南情人套餐。越南情人套餐，越南菜我们知道说一般都是那种河粉嘛，牛肉河粉，对不对？我们今天看了这个菜色里面，在越南的地方真的非常道地的哦。来介绍我们的吴老板还有吴小姐。妇女来到现场。啊，金公姜，公公姜，公金姜。你们会讲越南话吗？会啊。那这个是女儿啊，女儿有一点像越南人呢。啊，你是越南人吗？他们是道地的越南人。他们是越南人啊。是。老板介绍还是吴小姐？谁的中文比较好啊？都一样的哦，都一样。那吴小姐来介绍好了，好不好？这是我们的海鲜锅，海鲜锅，看起来像是什么铜盘烤肉，对不对？对。那里面有什么料？里面现在的料都在上面，对，都看得到。要吃什么就推什么，看你喜欢。观众朋友在想说，那我们到底要把这些东西推到哪里去？推到中间去。要吃什么，推什么下去？对。哦，它的锅子在正中间，要吃什么就把什么东西往下面一推。哦，没看过吧？没看过，完全没看过。越南道地的就有这样，哇哦，有点像那种石头火锅一样。哇，这个地方它是整个火锅类的，旁边是可以烤的，可是它们旁边是放一些料。嗯，那你想吃什么，你就推它下去，对不对？就把它推下去。你觉得我们推哪一个比较好？先推。首先要先推凤梨喽。对啊，对。那整全部推吗？它那个凤梨是不是在先在熬汤用的？对对，拿来提味用。哦。它就有点甜了，本身里面这个放的就是白菜，大白菜，我们都放一点点下去的话，好，我们让它滚没关系，好，这个就所谓他们的火锅料，越南火锅。好，继续来喽，这一边虾子，我们走，哎，吴小姐，接下来我们来介绍的是，哦，这个虾子要来火，对，为什么要用火？没关系，它其实可以点火，因为我们放太久了，对，我们了解，所以现在不能发掉，要不然它是火可以上来。对，那这个都已经是煮熟的虾子就对了，先下去就是水煮就对了。没有，不是水，椰子水。哦，用椰子水去煮啊，是浴火椰虾。它滚开的时候，它虾子它会吸那个椰子汁的甜味。对哦。然后填上虾子后，把椰那个虾子拿开，然后水倒回去，哦，椰浆里面挖上去，然后点火的时候是让它收干它的一个水分，那个口啊，口它热了以后，然后尾巴它会吸那个椰子汁上来。哦，它的目的在这里哟，就吸那个汁上来。继续这个呢？来，接下来的是煎班烧，越南的煎班烧。煎班烧，对，班是班长那个班啊。啊，对。哦，其实它是译音过来的。哦，所以这里面是包什么呢？啊，除了蛋皮以外，猪肉、虾仁跟猪肉、豆芽菜、绿豆仁，这样子。我们可以这样子展现开来给大家看一下吗？哎，哇，好健康的感觉哦！不错哎，这就这样子吃吗？就是用生菜，然后包起来再沾鱼露。哦，用生菜包起来沾鱼露。哦，是说用生菜这样再包一块要的那个蛋皮，这样加在一起，然后再沾那个鱼露来吃。还加一些我们的香菜。哦，就好像我们台湾在吃那个虾松一样的，对，有一点像。这个也是有那个鱼腥草，哦，紫苏。还有紫苏哦，啊，有紫苏，辣爆了，就这样包起来，我要沾这个鱼露这样吃。哦，哇，这好像很特别的，好酷，我们待会再来吃，好不好？一定要吃，嗯。好，继续这个呢，炸鸡翅，越南的炸鸡翅。哇，这个炸的好像比较干一点点哦，炸的比较透一点。
哦，就是用炸的，我们沾要也需要沾一点点他们里面佐料。对，也是胡椒盐，让他们的这个炸鸡翅跟我们一般，比如说在台湾吃到的素食店炸鸡翅当然不一样。对，他们的炸鸡翅有好几十种的香料在里面腌制而成。哦，先腌制。先腌制，先把香料腌制这样。啊，继续这个呢？这是我们粤式的咖喱鸡面包。咖喱鸡面包，用粤话吃啊，所以这个是法国的。是粤。以前是法属殖民地的时候，所以说这个是用鸡腿做的哈。对，哦，鸡腿。所以它这个算是黄的咖喱。咖喱。对，嗯，黄色的咖喱，味道应该很特别。真的，而且用法国面包沾起来吃。对。那最重要的原因是这个。哦。这是什么？金法包发音。比较特别是一条鱼弄干净以后，鱼鳞不要。哦，不要拔掉。鱼鳞不刮。鱼鳞也可以。对，我看上面都是鱼鳞，很像那个放下去，那个洋芋片很脆，高温的时候放下去，然后爆开。哦，爆开。这个鱼鳞吃的很脆，而且它就炸的很酥很酥的那个鱼鳞。像吴小姐说的，它的鱼鳞吃起来像吃洋芋片一样。好，所以今天是各式各样海鲜，还有包括最后的甜点呢。甜点的名称不得了，甜点在这边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甜点有一个很可爱的名字，它叫做三八甜点。三八。对，三八八一三八啦，真的吗？为什么叫三八？三八就是数字的三八。哦，这个数字的三八。因为里面有八种的材料在里面。哦。所以有要三个人吃。有三是纪念那个在越南以前是一个三姑做的。哦，一对三姑六婆的三姑做的。三姑做的，所以取名叫三八套。好，今天谢谢我们待会再来估价，就全部这个套餐它值多少钱？没错。先谢谢吴老板和吴小姐，谢谢啊。喜欢哦，特别带来这么丰盛的料理，谢谢。越南小越南的女孩子都好温柔，对呀、啊，但是哎，小小的都很纤细娇小，对，好，这个时候怎么估呢？全部都一起估吗？没错，今天我们要估的就是这一份大概五人份的套餐。好，五人份套餐，是的，好，各式各样都有了哈。这样的价钱，这一组到底市面价值多少钱？来，五秒钟，请考虑。好，一组的来，280，2280元，两组的。1350，1350元，好，香瓜，好，1650元，包伟明，2000元，2000，好，2000，好，2000，哇，1350到2280中间，好，这样一组套餐，我们完完全全道地正宗的越南情人套餐，到底市面价值多少钱？一组认为2280，1350，香瓜1650，包伟明2000，到底谁最靠近底价又不超过来一二三九？我盯着脚步可以，就可以来这边吃东西。那我现在你不去，我可以过去一下，一起来吃好不好？一起陪一下，一起陪。虾姐想要从哪一样来品尝？六。其实我最喜欢吃虾。安琪，我跟你讲，他讲那个虾是用那个椰子汁，是，然后那个汁会渗透到虾里面，因为这个台湾是没有吃过的。嗯，我就想试试看。好，请。哎，我告诉你，最标准的吃虾是真的把头先拔掉，然后吸这个虾头，吸一下那个虾浆吃最好。嗯，然后呢，再来你看 ，OK， 你看哦，漂亮，这个才是真的吃虾标准的嘛。是，沾一点胡椒盐，对，沾点酱，然后。什么感觉？你写的 K 笑，你 K 给乌培了。你问那个酱哪一个酱？哦，因为里面还有柠檬汁在里面。我真的没办法了。哦，好干净哦。啊，这有切好的面包。哎，有切好，切好。这个是法国面包，哎。来来来，啊，沾一点。因为他们家的菜是真的好吃，而且道地。嗯，好吃，安壮。啊，真的好吃。味道很好，面包也好吃，面包他们家自己做的，面包自己做的，面包他们自己做的，哦，真的，哦，真的，哎，哦，欧西呀，哦，欧西，最后了，最后了，因为对不起，不好意思，我们的海绵宝宝要录了，海绵宝宝播出了，打包吗？可以打包，可以打包，等一下你要打，我赢得我整个，好，你看，喂，如果海绵宝宝真的要来了哈，好，来进行我们第一阶段资格赛，地方吃地带回家。快乐哦！当然了，我来看你今天穿啥样哦。人家都妹妹装嘞，对呀，都扮少女服饰嘞。我也是，这是恭喜一朵 A B 裤的呢。哎呀 ，A B 裤，对啊，哎，这个。
哦，来来，麦哥，哎，小心，小心，拉出来。哦，你用都没认成纹呢，真的。而且没有赘肉、欸，没有赘肉哎、欸，对呀、啊，现在跟我女儿都逛街都同样的服饰店、哦，少女服，跟她鸡尾啊，你对不对？哎呀，把你那条老型看袂老伤假袂？还好，都无咧翕，别人都无都无咧看你咧。唔知我端边啊这样，你看啊。啊，你要跪侧面，人说是我搁悄悄的。你敢敢穿安尼？啊，无穿内衫敢无？敢啊！在外国我敢，在国外我敢，在国内我不敢。哦。因为在台湾很多人认识我们、啊。有啊。啊，指使点，哎呦，啊那蛋炸两只葡萄干出来，个葡萄干够好听啊！我按那个号码抓出来，就妥了。你接什么啊？就妥了，你听得懂死。边省债。边省债，对呀、啊。啊，一届去澳洲吼、哦，以为是说没有拘束了，很开放。然后呢，去上厕所的时候就很大拉拉去上，结果去到澳洲这一块，哎呦，规定拢欧巴桑团呐，结果吼、哦，咱想大拉拉嘞，这一块，哎呦，香娃，你也来帮我，哎呦。哎呦！哦，黑啦黑啦黑啦，就拍死啊！你你澳洲文化来帮你，我们这边跟他讲。所以讲，有当时就有机会了哈。嗯。就像这个单元一样，这个单元你的速度慢，反应慢，该心内嘛感觉无爽快。哦。你讲哪那我那个对数理观念真慢。拍死哦。对啊。你观念好不？哎，好。好哈。看我这少年就知影真好啊。有影。饲一个都知影吼。甲试一下看卖，试一下五样菇家务来，超人给你介绍来。来了，今天我们准备了五样菇家务，赶快让我们来看一下哦。首先为大家介绍的是有两段式风力的卡通吹风机，哇！拥有记忆功能又可以全自动的血压机，哇！容量大又省电的微电脑电子锅，哇！还有集成 MP3 等多种音源的高级组合音响，哇！具有碟片导航、轻松浏览的高品质播放机，哇！各位，哦，刚才大鸡头啊，有影。好，60秒的时间，顾家长、顾家、顾家要送给我们的象蛙。第一样，这个是卡通吹风机。吹风机到底配的话得1000块以上，1000块以上，1000。还没开始啦，好，差不多接一组了哦。60秒计时开始。哇塞，请你，请你来管理。请三，好给。1200哦。你看给。1200这个是血压计，好，量血压的，好，46秒，2000块以上，46秒计时开始，2400，高点，2600，高点，2700，高点，2800，高点，2888，高点，2900，高点，2990，低点，2980，低点，2970，低点，2950，高点，2960，六几，六十，六十几，六十八，低点。67，低点，66，来了。哎呀，这些拿出来用一下好不好？你现在血压是多高？血压飙高啊！我现在是血脉喷张。哇！你搞我传你的导播事情。血脉喷张了。是囡仔嘞，你有公开挖，有公开要挖要挖台挖，那上不上下不下，上不上下不下。啊，就是你有上无下，有上无下，尾下就堵就对了。你看现在心脏不太好，你知道吗？那我看你心脏很好啊，两边都一样大。心脏都要两边的啦。加啦。无时间啊啦。啊，我二十一秒的啦。无时，啊，我三脚大脚还袂。三脚大脚是白手了啦，三脚大脚。好，这是安全帽。安全。喂，电的。没啊，造出来啊啦，卖你苦个。哦，那一拔出来啊你。你做弟弟也无看，我足艰苦的你啊你。啊，你看到嘛是看不着的啊，也无造出来。无造出来看啊。好，这是啊，电子锅。微电脑电子锅，微电脑的哦。好，微电脑的电子锅到底要值多少钱？4000块以上，5000块以下。21秒计时开始。4800。低点。4600。低点。4500。低点。4300。低点。4200。高点。4250。低点。4220。高一点点。4230。低点。四
四千二百一。二百二十几。二百二十一。好，二十一。真的快断气了，挤不出来了。挤啊，你还足恐怖的哦。哎，你从这足恐怖，不是我足恐怖的呢。我一句唔怕你吓惊呢。唔怕你吓惊哦。对。血液循环我刚刚好不？没有，已经不再讲血脉喷张了吗？血脉喷张。还有三秒钟，最后三秒钟。哇哦，只剩三秒了。好，三秒我给你暗示一下。嗯。好，这个是。哎，这个是高级组合音响。六千七百，那千七百，六千七百多少多少？6700多少多少？从01到99。好，三秒钟，如果答对的话，一样四样估价，我让你带回家。好，好，6700多少多少？三秒钟，三秒钟，计时开始。6780。低点。6760。低点。6660。低点。6664。6600几啊？6700啦。6700啦。就拍有的呢。对啊。今麦好，恁两个数理有理有。又丢这物件要送你，来抄来。我来哦、喔。请问，6728还是6729？两个选一个。九八毛可能的，最近也是很多人用八的。发啊！对呀、啊，我们安那是九啊八。你问我，我在问你呢。6728，6729。多几点？看自己啦。6728。二十八。早点搞出牌了，他很会出牌啊。过几摆好不？过几摆哦。系啊。哎，后集再来好不好？来。好了，退回来了，退回来了。恭喜夏花姐得到微电脑电子锅。好，进行我们第二阶段资格赛。How much？ 就是你。四足逐念抢答，抢答成功估价正确，就可以听到等一下的正奖游戏了。有四样估价，我的四样估价何者为？嘟嘟完后被霸扣，被霸扣盖小姐。来到今天全都是竹精炭系列，首先看到的是超细纤维成分，减轻呼吸道疾病的竹精炭浴巾。哇！吸湿力超强，长时间干爽的竹精炭三足跟女袜。哇！降低眼睛的疲劳，舒缓眼袋的竹精炭眼罩。哇！可以有效保护膝盖的竹精炭护膝。哇！当中你们何止为800元，都奖给了被霸扣五秒钟来扣路姐。时间到，请抢答。最快包伟明哪一样？我觉得是竹精炭护膝。哦，第四样的，第四样，最后一样，竹精炭的护膝价值在800元，来看看有没有机会上台。800元有没有？其他三组有机会抢答了，包括夏华姐嘞，夏华姐，好，三组请抢答。好，夏华，竹精炭浴巾，浴巾，对，有可能哦，厉害，哦，抢答真的很能够哦，抢答成功，估价正确，我买过啊，袜子差不多300块而已啊，哦，袜子你买，竹精炭这个不止哦，竹精炭，没关系，先来看这一样，800块。你到了会选出来，哎呦哎呦，有电呢、欸！对呀、啊、，Oh my god， 干冰会产生静电，干冰会产生静电。Oh, 好，其他问题两组了，哎、oh, ，来两组请抢答。第一组嘞，竹精炭眼罩，眼罩，哇，你也聪明，知道是300，你也不猜了哈。我们来看看这个800块有没有。好，可以上台的，有机会上台，我们要送你一对，没错。我们直接把这个大概盖住你的四个眼睛哦。啊，真的哎，刚好盖住它。哇，你只要戴这个眼罩，你就帅多了哈。好，这个是竹精炭的三足跟女袜，来上下50块，那你猜一下。550。五百五。上下50块。好，上下50块，来看看有没有。有。打对折的啦，我们先这个意思送给你，我待会送你一双，好不好？等一下再给你们一双，恭喜！好，恭喜！好，我们也恭喜一组来参加我们第二。我的腿怎么那么短？好，第二阶段的超级连连看。哇！
来重新介绍一下。没错，只要在我们的规定时间60秒钟之内呢，把我们今天所有的这你现在手上有的6张牌子，其中有一个价码是错误的。如果你可以把5张正确的全都放在该有的位置上面的话，你就可以获得我们5样的估价物以及现金10000元的奖金，就是这么简单。所以一边在介绍的时候，你就一边选择你的数字，好不好？来，当然。仔细的看，我怕你看不清楚现在上面有什么东西。好，对 ，OK， 来，赶快先给我们牙签的撑开它。来，我们今天的5样估价物，首先看到的是可以让你解闷，还可以让你中脑力的立体地球冰毒。哇！让居家装潢更加分的小皮球喇叭。哇！让你的安全更加保障的脚踏车手动方向灯。哇！可以包覆笔电缓冲震动的防震手提 NB 包。哇！让音乐陪你一觉好眠的青蛙午安音乐枕。哇！好，这5样估价物价值都在500到1000当中，速度要快，60秒而已哦。好的要快，放的要快，来，60秒计时开始。哎，开始，加油！首先立体地球冰毒来了一个650，小冰球喇叭600、790，然后再来是好，暂停一下时间。好，5个全错，快，全错，换人换人换人，5个全错。现在全都错，每一个都要换。快点，快点，快点，快点！立体地球冰毒放上了800，下面要换，下面要换，650。接下来，快点，快点 ！NB 86，换奖，换奖，快点，换奖，快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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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好，他这个大哥一直在那叫叫叫，赶快，赶快，赶快回来，回来，回来！这有什么用呢？对呀、啊，有什么用？4个、5个当中里面，现在目前中了一个。因为你不是第一个中，所以我就不会告诉你是哪一个中。哎呀，好，我们以此类推，第一个中，我们就会打开给你看，好不好？好，所以说我们现在秒数还是停着。来，大哥换你来，继续加油，有一个队而已，加油 ，Go！ 首先立体地球拼图变成了650，小皮球喇叭800，再来方向灯放到900块 ，NB 包990，最后放上了790，请回来，好。刚刚还对了一个，对，现在是5个。一个都没对，哎，张姐，你怎么摆的？怎么摆的？所以你接下来5个全部都要换，来换你的，就来开始 ，Go！ 小妹弟弟哦，哎，还记得刚刚谁是放了什么吗？5个都要换哦，才有机会哦。立体地球冰毒990，快，方向灯放了，啊，到底是哪一个没有换到？哎，然后哦，其他的后面的没有换。好，还有5秒钟，至少还可以再跑一次。OK， 现在目前中了2个，中2个，对，中2个。好，第一个是中的，第一个是对的，990是对的。来换人，啊，又该当肯了哦。对 ，Go， 最后一次机会了。哦，小皮球喇叭换到了800。哎呀，好，时间到，到，请回来。有一个对，你把它换掉了。对，他就这样啊，因为他不知道哪一个是对的。所以他终于把那个对的换成错的，所以目前那个4个本来有一个对的，下面有一个对的，又被换掉了，又被换掉了。目前只中了一个对的，好，就是第一样990元，仍然还是第一样的990块钱。好，所以我们最后我们10000块的奖金不能送给你，那接下来你如果再摆对的话，我们是送你估价物了。好，两个一起好不好？研究一下，目前后面这4个全错。那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要告诉你哪一个没有的。我们目前你手上600块的价钱是有的，没有的是870块，870块是一个错误的价钱。所以870万拿起来，其他3样都要换。OK， 两个研究一下，来最后一次，来，你们可以手牵手啊，怎么办呢？最后4个都要换呢。别再耍酷了，到时候只会好笑、啊欸。你们真的没逻辑耶！哎、欸，790在这边呐、啊，最右边呐、啊。演艺圈资深艺人方文明大哥好像很了的样子。了啊，怎么不了、？OK。有时候要听听老人言，好不好？如果你不听老人言，有时候吃亏在眼前。会不会听听老人言吃亏？立刻在眼前，你一定要加这个，好，打开就知道了。是，第一个是对的，没错。我们接下来
因为时间也已经到了，所以我们接下来立刻来看看你们在最后的这个几秒钟的时间到底放对了什么东西呢？首先第一个一定是正确的这一个立体地球拼图，价格990块。正确。第一个哪一个比较有把握？整数的，有自信哦，整数一点的。对，我们来看看这个东西是不是800块呢？脚踏车的手动方向灯，800元吗？接下来全都对吧？那先看那个报名，那790好了。那我们就来看看喽。看喽，看喽，看看老人差喽。看看老人要讲的话。他们本来是摆650元，现在换成790。对啊，对啊，对啊，对啊。那我们就来看看啊。多少？对。多。那个多听老人言。对啊。吃亏，790块在眼前。1/2是800啦。好，再看一下。来，接下来我们来看看防震手提的 NB 包，价值650块，当然不对喽。600而已。还好。还好。小皮球喇叭价值600块吗？哦，抱歉，不是。这个是790块。失之毫厘，差之千里。是的，还好这个不是790，如果这790你就错大了。我就真的是对不起他们祖宗了。啊，对，干嘛？你还要介绍他祖宗出来？八代，还好还好，好不好？这一切都怪你们自己，好不好？对呀，你刚刚应该要来猜，这个时候要戴眼罩啊。对呀，好奇怪的长相。优异的才艺，好不好？两位，谢谢。我要送你安慰奖，安慰奖哦。送给他们安慰奖，带回去的经验，卡通吹风机。谢谢。谢谢。好，进行我们第三阶段资格赛。今后之家硬邦邦。他们帮我们加什么样的奇货？硬邦邦。今天是我们的居家的好帮手，一种弹性扫把。有弹性的扫把，来介绍我们今天介绍的，来亚萍，亚萍，凡哥、兰姐，各位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帅哥美女们，大家好，我是您的巧帮手亚萍。哇，亚萍，今天就麻烦你了，好不好？来帮我们介绍这么好的一个功能的一个弹性型扫把。好的，没问题。亚萍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这一支是超弹性的干湿两用扫把。那为什么说它是超弹性呢？因为看看它的材质，它是采用 CS 和 COPP 的材质，简单的说就是像潜水衣的材质。潜水衣的材质，那很多美女妈妈会问说，潜水衣的材质有什么好处呢？那我们来看看，风吹雨打，太阳晒到它不会变形，还有凹到折到它依然可以保有它的弹性，就是这么的好。那家里面鲨鱼咬到它也没什么感觉。对，没错。那以前家里面扫地的时候，妈妈一定会准备这一只扫把。扫到右边毛发灰尘就飞到左边，而且使用过后它还会变形掉毛，上面还会有这些这些毛发都会缠在上面，怎么办呢？明天妈妈就很担心。但现在有了这一只弹性扫把，不用再担心了，因为它的材质是不吸水，然后只要轻轻一画，看看哦，有没有轻轻一画，只要这一只扫把通过的地方就干净干干净净、轻轻爽爽的。对，没错。那家里面最难扫的地方是哪里？就是我们的床铺底下、桌子底下这个死角，有没有夹缝死角？千年扫不到，万年不去扫的那个死角，看看我们的扫把会转弯哦。它是180度的接头设计，梁家辉来的，而且它只有8公分的高度而已，所以任何只要它能够伸得进去的夹缝死角，它就能够帮你扫出来，让我们的美女妈妈清洁打扫没有死角哦。而且更好用的是，家里面最危险的地方是什么地方？地板，就是我们的浴室。浴室容易滑。对，家里面妈妈哦，扫地就是很辛苦很累，所以我们今天要来介绍的这个好帮手呢，就是我们的这一支弹性扫把，它可以干湿两用哦。各位还记不记得我刚刚说是用什么材质做的？哦，那这是一种潮湿吗？对，没错，因为它不吸水，所以只要轻轻的刮过来看哦，轻轻的刮过，刮下来，哦，这么厉害，有没有？那现在我说不准，我们就拿我们的卫生纸先生来帮我们做试验。安安全全，那美女妈妈在家里面不用担心说家人会在浴室里面滑倒，就是完全就干掉了，因为它完全不沾水的。那扫把补充头，因为它是不吸水的材质，所以我们就是放在水龙头底下洗一洗，冲一冲就可以了，或者是拿我们的抹布擦一擦，让它自然风干就好了。对对对，而且扫把补充头它是按压设计，可以拆下来，对对对，它可以
以拆下来，然后可以用在，对对对，拆下来可以用在哪里呢？它更是玻璃清洁的好帮手哦。OK， 这边有一面玻璃了。哦，对，家里面的窗户、落地窗、浴室镜子，通通都可以来做使用。只要轻轻的，来，我们来看看喽。轻轻一压，45度角一画，有没有？清洁玻璃不刮伤，反走过不留下痕迹哦。那今天猜对，让你轻松带回家，谢谢。好，谢谢。嘉宾，谢谢。好，这个时候请大家来估价，就这样一只哦，一只哦。我们一组的弹性扫把。好，弹性扫把一组要值多少钱？来，5秒钟，请考虑。不贵。好，真的要符合不贵的道理哦。来，一组的来。280，来二组的，350。OK， 确认，确认，350元。好，向蛙，299。好，包伟明，250。对，好，250。我们的弹性扫把，那你剩下值多少？一组认为280，二组350，向蛙299，包伟明250。好，到底要值多少钱呢？透过玻璃可以吗？可以。好，来看一下，来1、2、3。Yes， 哇，你还 bingo 呢？ bingo 我们要送你一组了。哇哇，可以出来吗？可以可以可以。我可以来刮刮看吗？哦，不用了，不用刮吗？对，你不用刮了。哎，真的，因为这个你觉得打以后你那个要去上国领的时候，就拿怕打这个，那时候是积水在刮水啊，刮水的。好，恭喜报名来参加我们第三阶段的大奖，换不换？游戏规则非常的简单，那我跟凡哥的默契，我告诉你。不换不换不换，那才怪，那才怪，就是换不换换这样子。对对，有时候想换，有时候不想换。那看到蓝妹，我想说今天我很有很多感觉。很感觉。对，其实报名这个一路走来就很顺利哦，算不错了。其实坎坷是自闭了。哦，你有自闭过吗？有，你们可能不晓得。我看不出来，我也看不出来。对呀，因为那时候我并不知道。对，有一段时间，那就是跑去做生意，疯了。哦，那个时候是真的。真，你也是啊。我也有一段时间。对。因为想要脱离这演艺圈。对。想说要有一番事业，一番成就。我告诉你，花钱消灾，错。真的。花钱又劳命又伤财。嗯，真的。因为我们不懂嘛。不懂。可是你很想找一个工作，能够代替你演艺圈长期的饭碗，是吧？可是，所以从此以后你们就不再投资别的生意了吗？哦，你错了。我们当时投资生意失败，那是不是第一次哦？不是，可是肯定也不是最后一次了。对呀，是还是越挫越勇，就跟估价一样。其实我告诉你，做生意失败我都不会太心疼。是啊，我个人是这样。对，我觉得这是一个 challenge， 都是挑战。但是你知道得到的那种满足感、那种 exciting、那种刺激度，我靠，太好，真的不是一般人类可以体会到的。真的，来，估一二三四五七八都要了，来回家。喂，你是到酒店吗？一个大奖是什么大奖？今天我们的准备的大奖是价值30000多元的高级笔电组。哦，好，高级的笔电组，你用数字也可以感应，你用手去感应也可以，你闭着眼睛来感应也可以。你先告诉我们哪两张是你不要的？那你有大奖有小奖，来，请感应。我先感应一下。对，1到8，不要哦，不要大奖。把感觉不是大奖的去除掉。有感觉，有什么？我确定留下来的7跟3我会留下。你一定会留下來。那你不要是什么？不要是什么？我不要的是6。六跟五。五六连续两张、欸。为什么6不好？六才能六掉啊！你讲你的。5跟6不要，我们先打开。5、6。5号是什么？不要的。不要的有没有笔电30000多块？高级时尚项链组价值3800元。还好，3000多块，奖品都不错哎，很好啊，不错。这个你不要对不对？对。不要的，我们先放一把。6号的不要是什么？来看一下，来1、2、3。现金。是不是？哦。200块不要。厉害的感觉。我好紧张，我每次看凡哥表情，我真受不了他，真的很想跟他十指紧扣。接下来请靠近，给我一些 energy， 请靠近。麻烦报我名大哥，请靠近。对，关键时刻要让你选一张你要的。你刚刚选了37，你要，请问
哪一张你要的，而且认定它就是豪华组合的33330元。我如果认定的话，我会选3号。哎，等一下，等一下，黄伟明，你动作快，不是我要拿我，我们先拿下来，我们先拿下，我先拿下，是，你现在看不到吧？我看不到，你看不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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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不到。看不到嘛哈，抱着不要让他看见。哎呦，好害怕！我跟你讲啦，他大奖一定摆在最旁边，不会摆在中间，一般人都不会去选最旁边的啦。哎，刚刚跟我想法不一样，我觉得大奖是234，这是一种反统战心态吗？对，这个叫把它，这个叫反出。你刚刚讲234，包括有2有4，对不对？对。现在还有6，你喜欢的。6我不喜欢啊。你刚刚说六已经挑走了，7我喜欢，七你喜欢吗？七我喜欢。我现在这样很简单，嗯，刚刚我们香花姐姐说，往两边走，第一个好东西，好东西可能在头尾，第一个，哎呦，好，第一个啊，你说2跟4，对，2跟4，这个，我现在这样子哦，最后一次选择而已啊。这4张，跟你换这一张。哎！哎！这4张，其实4张我想换了，你知道吗？我现在，你不要怀疑的，我先打开一张给你看，有这个。哎！4张跟你换手里这一张，这4张跟你换手里这一张。不是，因为我是看数字形式，你知道？哎，1487啊，一次发财啊，这个是好兆头哎！我告诉你，我们有3次，第一次请换不换？换，不换，不换。第二次，请问你换不换？不换。换呐、啊！我觉得不是，他在拐你，我觉得换。我跟你，我再打开一张给你看。你要把架子拆了，你就直接拆嘛，干嘛？我打开这一张，你看一下。好，你更害怕，我跟你讲，吓死你！我跟你讲，吓出病来。我跟你讲，香花姐说了，这一张最后一张，这是拆的。我跟你讲，真皮啊啦！好，最后一次，最后一次问你，换不换？你们都没有给意见了？打电玩的有没有？没有，是啊，都没有。换不换？不换你？不换？换？哇！3比3，最后一次，好不换。我觉得我人生抉择在这个咕咕乐，我要好好的展现一下。1487，让我换我手上的不是蓝妹身上的3号，我 O B 不换 ，O B 就 O B 了。O B 的 O B 就 outside 啦。O B 就 O B 了，没关系，我们再开。O B 就 outside 啦。我真的不换，这一张我现在挂上去，你要的，对，你不换的，我不换，3号，对，这一张，对，你不换的，我打开给你看，你拿的就是价值豪华光碟机，你觉得好玩吗？你看，你不换嘛。你三个你不换嘛？我跟你打开一号，你就害怕。我跟你讲，凡哥，凡哥，快点看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干嘛？真的最关键在哪里？像我说了，最后一张1跟8，这张8号是什么？是什么？我不让你看。你到底要不要？想看吗？看，看播出来，谢谢。不行不行，我一定要看，我一定要看。你挂点心啊，给挂点心，挂点心，挂点心。来节目，让我们回去 get 鬼玩 get 鬼。你这样子我没有办法。没有没有没有，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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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定要读一下。不行不行，我不行。不要，我等你冲冲了，我冲橙子，没有没有，陌生橙子，没有没有没有，我今天我没有看到，我根本不睡。来来，不要不要，我这样子我们哎，我也跟他赌上了，你知道吗？没有想看吗？想看用安慰奖来换，要不要看？换。
换我也不换，太坏了，换不换？对，我们送他什么？我们送他手工的牛肝肠，带回去做八号是什么呢？看播出，大家都看到了啊、哦！把八号烧掉，哇，33,300元呐、啊！既然这样不换呢、欸，好可惜哦、啊。好了，不让你们看，里面一定很痛苦，对不对？痛苦就是不让你们看的、啊，坏了。好，谢谢四组，来，别忘了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每天晚上6点到7点准时收看《消费咕咕乐》啊，咕乐。别忘了订阅我们 YouTube 频道，并按下铃铛收看我们的影片。想要看更多精彩内容吗？可以点选旁边的影片哦。